现在就下载九八新闻台 APP，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长、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新闻搜查国际版这个单元，陪伴我们的是资深媒体人林少宇。少宇啊，呃，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十年前美国总统的红线说，哎呦，十年前是奥巴马，十年前是奥巴马的红线论，嗯，对，第二个任期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才。 刚刚连任大概几几个月吧，嗯，对，在这个二零一三年的八月二十号，嗯，说了他一句，他后来会后悔的话，嗯，呃，他后来有没有后悔？我们待会他有待会可以讨论。可可是呢，红线对，就是 red line，不了踩到我的红线，是这个。那当时呢，这个很多人就觉得，就觉得这事情大条了，为什么？因为美国总统，全世界的这个唯一的霸权。 的总统、嗯、宣布了他的红线，对，跟人家画下一道红线。那这个你是要遵守还是不遵守？嗯<哼>，对。任何跟他跟美国的这个潜在敌人的领导人都会想，都会思考这个问题：我是要跟美国对干呢，还是要这个这个暂时就先听话？嗯，然后以后这个图谋再起。嗯、<哼>所以呢，大家都很好奇，奥巴马为什么要画下这条红线？嗯，以及第二，这个他当时画下红线的这个目标是叙利亚的这个。 独裁者阿塞德，嗯哼，阿塞德呢会怎么样去应对这个红线红线的说法？这个小阿塞德了，是吧？嗯，对我们年纪来说是小阿塞德，嗯，因为他爸爸老阿塞德也是叙利亚的这个前一任的领导者，前一任两千年过世，对，两千年过世以后呢，那个他们政权权力就父死子继了，嗯哼，然后呢就用小阿塞德上台这个主政。 那么，这个小阿萨德从两千年开始，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呢，他基本上是自自诩为他这是叙利亚的改革派，嗯、也就是说，最主要改革的这个目标就是要给叙利亚人民更多自由。嗯,嗯，然后呢，那那个十年之间呢，基本上。 去呀，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变化或是运动产生。可是到了二零一零年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阿拉伯之春。嗯，那件事情呢，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你我们大家今天看到的中东的这个这些动乱，在基本上就从那那一次最静音，就是从阿拉伯之春开始，嗯，开始这个起来的。甚至中国大陆的这个强调维稳、维护稳稳定，嗯，然后呢，这个加强监视。 潜在的敌人都是因为看到阿拉伯之春的教训起来的，那、嗯、所以叙利亚呢也是一样。阿拉伯之春这个运动这个如此起彼落的时候呢，叙利亚也有一些很多团体要为了要争取這個争取更多的民主跟自由，然后他们又就,就开始起来做各种运动，嗯、甚至开始反阿塞德。阿塞德开始这个有这个危机感了，然后呢，在这个几次的清剿没有办法把他认为的敌人给清剿干净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动用毒气。 是化学武器，然后呢，他事实上呢，他在呃，他在奥巴马警告的之前，他已经使用过这个几两次的化学武器。嗯，一次是在二零一二年的这个十二月，一次是在二零一三年的三月。嗯，那这这两次使用毒气杀害自己民众的这个事件呢，实上是被这个国际社会给谴责的，因为毒气跟核弹是一样。嗯，这个在国际社会里面都有所谓的。 禁忌存在，就是核弹竞技跟这个化学武器禁忌是这个两个，这个在心理上赫阻这个那些独裁者，这个不敢去轻易的使用化学武器、核武器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因为核武器跟化学武器的杀伤力是不分对象的，嗯嗯<哼>，什么人都可能被这个影响到，而且这个效果非常惨。是。那这个奥巴马呢，已经在。 呃，阿塞德使用化学武器的时候呢，前面已经也两次警告过，这个阿塞德说你做这种事情会有一些后果的。然后呢，可是到了二零一三年的八月二十号，也就是整整十年以前，十年之前，前今天,差不,今天差不多，今天八月二十四号，对，就说说直是一个十周年的，嗯<哼>，应该有这讲周年也不是要庆祝，而是一个整数年，嗯、<哼>我们刚好回顾。 回顾这一段历史，<是>因为这件事情对于现在的中东情势以及世界情势有非常深的影响。嗯、这影响在哪边？我们待会再再谈。所以，奥巴马第一次警告在阿塞德说：“这个使用化学武器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嗯、，totally unacceptable。嗯”第二次呢，他是说呢：“如果你使用化学武器，就是一个 game changer。你一旦用化学武器，整整盘棋都不不一样。嗯嗯、意思就是说我就会不不是像这样就。用” 用言语陷告你，然后到了八月二十号呢，嗯嗯他在一个这个这个记者会記者会、嗯、的场合里面，那当然这个突然脱讲到这个、呃、中东问题，突然这个脱口而出说，他说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我们看到一条红线，就是这个化学武器呢，就就指指叙利亚化学武器，嗯、这个在这个中东地区到处移动，而且在这个在在,在使用。嗯、<哼>他说呢，如果我们看到这种情形。 就我就会改变我的这个算计，嗯<哼>，这个这是另外一个奥巴马表达他强硬态度的方式。That will change my calculus、嗯。对，就算计，就,就不是计算。嗯、<哼>然后呢，奥巴马前两次对于这个阿塞德强硬，这个已经在呃欧美很多，包括美国的这些智库或者他幕僚里面，主张对阿塞德强硬的这些人士里面，给了一点期望，就是。嗯 而且总统可能真的想要对阿塞德动手，嗯<哼>，只不过是他在找他在先警告两次，然后这次第三次，而且讲的这么这么严重，因为总统美国总统画一道红线，嗯、<哼>那你势必要先想好說，说我画了红线以后，如果对方不遵守了红线，那我就要出兵，就就是就,就下一步就是战争呢、啊。嗯、<哼>如果下这个红线有吓阻的效果，那阿塞德。 或者我的敌人就应该是乖乖的听话，嗯、<哼>或者至少至少这个先这个低下身子来忍一忍。结果呢，阿塞德选择了什么？阿塞德选择了第二天二十一号，八月二十一号，嗯、他就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这个释放毒气的这个军事行动，嗯在<哼>把叙利亚一个村庄的这个老百姓，这个后来人家估计大概有一千人到一千五百个人就杀死了。 而且这当然，你用化学武器、嗯、就是屠杀人民，屠杀人民，因为化学武器是是不分对象，嗯，老人、小孩、男人、女人，通通都有。那这个事情呢，让奥巴马呢就就变成现在就是这个旗子呢就回到奥巴马这边来了，嗯好然后阿塞德摆明了要跟你对干，嗯、要挑战你的红线权威。那么请问你该怎么办？那华府很多人就觉得说，总统已经画出红线。 这个、这个当然是要对着干啊，对，不然你如果今天你这个、画了红线，然后呢又无疾而终，又归又归缩回去的话，那你美国总统的话还还是个话吗？就还有人会信吗？你反过来说，奥巴马已经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对他,他一个和平奖的得主，怎么能下手去宣布一个世界第一大强权针对叙利亚的？ 军事行动呢是呃呃，我我不晓得奥巴马心中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呃，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事情。从、嗯、结果论来说，对。可是呢，<laughs> 我知道的是说，事实上奥巴马对于自己得奖，他也很压抑。嗯，他说他他后来就他完全没有想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这个奖，那么这个奖要颁给他。对，那有人就由此质疑说，诺贝尔和平奖其实是一个。 政治性考虑非常强的一个奖项，嗯、<哼>或至少某些时候，他的政治性考虑非常强。是、嗯<哼>，不管是颁给一个真正在替和平工作的人，是,是因为当时没有，但当时要避掉一些，毙掉一些人，不让他们得、嗯、得奖，或是说这个要故意给这个奥巴马这个不是雪上加霜，而是人家叫做给他压力嘛。对，所以这个这个我、這個、我真的真的没办法回答你。不过这个、嗯、这個就在这个这个他的幕僚以及欧美，尤其是那时候。 英国跟法国对于这个想对于这个美国应该出兵解决这个事情是是非常的这个呃赞同的，因为他们给美国的压力也很大。奥巴马出来解释的时候说说他决定他决定这这个这个这个要一定要很一定要这个他决定第一这件出兵这件事情要得到国会同意。嗯，OK。第二还没有结束，而且还要得到联合国同意。 他才考虑出没有这种事，这个话就是骗人的。<laughs> 为什么呢？当年雷根时代，呃，抓诺里亚嘎，打这巴拿马，嗯，什么时候有？所以是,是,是没错啊，是啊，是啊，嗯、没错，小布小布希去打欧巴，欧巴,欧巴战争也是弄一个假<是>假证据、假情报。嗯<哼>，所以奥巴马讲这个话以后呢，全美国这个强硬派的人士都大哗。然后呢，英国跟美国人也觉得。 这个莫名其妙，对不对？嗯、然后呢，他还他还甚至他还加上加上一句话说：“这个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请俄国、俄罗斯出面去制止伊呃叙利,利亚的这种这个暴行。”呃，那个时候俄国是普京当政，嗯，普京就觉得非常，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一块肥肉。嗯、美国总统亲自邀请我，让我的势力。 介入进到中东的叙利亚去，嗯、这个，这个，这这是天天天上掉了馅饼下来，对对对，天上掉了一块大肥猪肉下来，嗯、这实在是棒的不得了的事情啊。嗯、可是美国的鹰派就觉得说，你都已经画下红线了，你怎么可能还去装一个这个炸弹的延时引信？不可能，你再想办法拖这个事情你。你你画了一个红线，第二天就人家阿塞德就来挑战你了，然后你你怎么去把这个事情延后？ 拖着不解决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然后呢，所以于是这个事情呢，到后来一直被这个这个很多国际关系的学者定义为这个美国近十年来或近二十年来嗯嗯一个这个决定性的一个一个决策，就是说损害美国的信用，损损害美国的信用。我画了红线，然后又又。 当做视而不见，找理由叫这个延后这个执行等等等等。然后呢，当时呢，呃，这个法国的总统叫赫兰德，就是那个自由派，看起来是个很老实。那个、赫兰德他说，他最近呢接受这个 BBC 的访问的时候，他说呢，这个决定就是这个奥巴马这个决定，对于这个中东地区来说是特别的有有害。 而无其利啊！他说，对于西方以及俄国的关系来说呢，也是一个决定性的一刻。嗯,嗯。然后呢，当时这个《经济学人》对于这件奥巴马这个决定呢，他是用说：“他说这件事情，这件这个决定呢，是一个弱化西方的一个决定。嗯,嗯，觉得这个遗害会会甚久啊。那同样的，这个《经济学人》在十年之后，他也他也写过一篇文章，他重新再去看这件事情的功与过。” 看这件事情的公与过，其实很有意思。他说呢，这个如果我们从结果论来看的话，嗯，如果说当初十年前奥巴马的目的做这个目的是要这个解救西叙亚人民免于遭受毒气杀害，然后呢，让各国那个原来的这个不使用化学武器的这个心理禁忌仍然存在的话呢，他也许算是成功了、嗯。嗯，他第二天不就、啊、对不对？ 他不，他不是说他讲话的那一天，他说后来，后来他就克制自己，不去大规模的去这个去发动军事动发，对对对，他是讲这个，不是说那个。啊，他这个大致成功了，所谓大致成功是说这个后来阿塞德这个马上。 呃，这个跟俄国合作，因为俄国本来就是他的巴黎巴黎只不过那时候俄国在那之前势力没有办法进到中东，嗯、<哼>俄国是正式正式出来调解叙利亚的这个问题，如毒气问题以后呢，嗯、<哼>这个阿塞德非常的明快，就在那个俄国进来以后没多久，他就答应把他这个所有的这个俄国化学武器的制造设施啦，可以发射化学这个弹头的武器啦，这通通都交出来，交给联合国，交给了联合国，交联合国去销毁。嗯 然后，当然，最后发现，大家发现说，他声称他把所有的武器、化学武器、化学物质交出来以后，他继续还在使用，嗯，表示他还私藏了一点，嗯，不过那个那个规模跟这个八月二十号那个规模是不能比了，嗯，OK，然后呢，那这个使用化学武器的禁忌呢，也从那个十年前一直到维持到现在，比如说后来俄国普京不是用了两次。 这个化学药剂，第一个毒杀了一个他原来 KGB 的一个叛逃的人，在伦敦跑到国外去杀。嗯、第二是他把那个纳瓦尼，就是俄国的反对派反的人士也下毒。和纳瓦尼很很幸运的。 被这个美国接到德国去治疗，救回来一条命。结果那法医现在还后来又回到俄国去，被、呃、被普京现在关在牢里面还出不来。嗯，呃、啊，那这两件这这两个毒杀案呢，也受到国际社会一次谴责。就意思就是说，这个化化学武器使用的禁忌仍然是在的。嗯,嗯，这这是、这个、不管你是针对一个村子的人，对，或者是针对一个特定的个人。 那就是一个化学武器，没错，对，下毒嘛对，对，没错。所以这个事情呢，这个也许可以说是因为奥巴马决定要这个国际的力量，最主要是俄国的力量，嗯，来来帮助克制了阿塞德继续保有化学武器这个能力的这件事情。那事后诸葛看来，他也许是一个贡献呢、啊。那。 奥巴马在下台的时候，就二零一六年的时候、嗯、下台的时候接受这个亚亚特兰大月刊,月刊的这个这个采访的时候呢，嗯嗯他说呢，把这个把炸弹丢在某人家的土地或是花园里去，为的就是证明，为了就这证明说你有意愿去丢炸弹，这是使用武力最糟糕的理由。嗯,嗯，就说你是为了证明你敢动武，你去动武。 这个这不是这个应该动武的真正的，这是他为他自己做的辩解。对，他是意思就是说他有能力打叙利亚，他<有>但是他不能为了对呃这个证明他能够打叙利亚，是而打叙利亚是,是吧？呃，没错，对。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子？我想很多人都不会同意。呃，到他的这个接他的总统的位置的人叫川普，川普呢基本上呢跟这个奥巴马在。 动物这件事情上面是一路的，川普呢甚至做的比奥巴马还要过分，或者说过头，就是他是不止一次的宣称说，你如果敢怎么样的话，我就要让你什么玉石俱焚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呃嗯、就是他的那个 bluffing 的话<对>说的更大，对，说得更大，如<对>果也一次都没有，从来没有，没有没有,、嗯、没有兑现过，很多人很早就看穿他的手脚，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做生意起家的人。 做生意以和为贵啊對，对，是不是？对，那,那不会发动战争对，可是 bluffing 这件事情，嗯、尤其是在国际政治上、国际外交上，bluffing 这个不成功，然后呢，反而落得这个这个造成很大的影响。嗯，就是大家随时都会想到，就要拿奥巴马当例子，這红线说，对，就当例子，嗯、他不会去讲说川普。 是也是也是干同样的事情，嗯，然后大家还把川普跟奥巴马分得开开的，把它分成。分开开但本来他两个看起来是就是不同的政党，但是但是针对到底要不要惩罚，或者说要不要这个遂行他们自己国家的意志，<是>好像两个人都没有动武的决心。嗯，对，尤其对尤其是奥巴马这件事情让，让、嗯、让这个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似乎也因之而。 对，这是大为没错，尤其个我们讲说，现在拜登在搞印太战略，嗯，印度太平洋战略。嗯、事实上，川普印度太平洋战略讲白的是，这个讲讲的好听点，是美国要把这个战略的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来。讲难听点，就是美国不想再继续在中东去找麻烦，去投注那么多的资源，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你们之间的纷争。另外一方面，他看到中国崛起了。 然后呢，他这个就是把资源从中这个大部分都转移到亚太地区来。那这个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战略思维，我们说川普时代有没有？川普时代也有，嗯，所以他做他他的不是战略思维，他是这个这个根本就是胡胡整乱整的。这个就把就说我根本不要跟什么，不要北约啦，不要这个这个又去去韩国、日本驻军啦，不要资助、嗯嗯、每年资助你那么多军费啊，我完全是一个内缩的那，那也是打的胡乱牌嘛。对，那也是打的胡乱牌，不过。 理由不一样，可是行为是相似的。可是呢，在往前一个总统奥巴马时代，他难道没有没有同样想法吗？他也有的，他在他在搞一个这个转印向亚太地区转向的一个战略，也是跟现在印太到这个转向印太的战略是大同小异的。所以，美国连续三个三个政府。 或是美国历来的政府对中东问题都刚这些总统呢，一开始的时候都对中东问题兴致勃勃，因为他们一旦解决了中东问题，他们可以在青史上留名。嗯，可是呢，到最后往往就是打退退堂鼓。那么这个退堂鼓呢在奥巴马时代、在川普时代、这个在拜登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嗯，后川普时代表现呢是完全的内缩，完全是没有用，不顾这个现实的这个退缩。可是呢，这个在。 奥巴马时代跟拜登时代呢，是确确是经过算计的退缩。可是不管是这个不顾现实或经过算计的退缩呢，都是噪音于奥巴马在当这个十年前的红线说造成的影响。这什么影响？就是普丁他得到了进出中东的机会，把影响力伸到中东去。那么他也他也得到另外一个教训，就是美国中东红线可以不相信。 这是十年以后对对的 economist 呃发表的文章的观点。是，那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再回头想一想，事实上情势已经有所改变。难道要等到十年以后，再过十年，二零三三年的 economist 才会写吗？我的意思，也就是我的质问是。 中国不是已经进入了中东了吗？是啊，普京已经退出中东。可是有一个不，呃，普京还没有，还没有，普京不会，我觉得普京不是不会这么快就就放弃。中国进入中东，第一个，他也基本上是一个客观的客观的事实。嗯嗯<哼>。那这个客观的事实呢，跟普京当年进入中东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中国背后的资源比俄国强大多了，丰富多了。嗯嗯<哼>。对，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他也许不要借助。 这个有一个美国总统犯错或者说话不算话，嗯，让他开一条路出来，当然有是最好了。可是他也许不要靠这个方法，他就可以自正因为没有美国总统，嗯，替他开一条道路，这正更加显示中国自己有能力从，<是>从呃重新来，从以中东为起点。是我相信这个以中东为起点，中间还一定要包括到很多，比如包括。 人民币来购买石油啊，什么这些？那对啊，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个除了中国自己有更丰富的实力去做这件事情之外，嗯、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国力在拜登时代跟这个奥巴马时代也不可同日而语。他基本上，基本上，美国国力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在中东地区，或者在亚亚太地区，或者我们说印太地区单干了。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新闻搜查单元访问的是资深媒体人林少宇，少宇，嗯、哎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新的话题，美日韩同盟，呃，官方的说法，嗯，是不用“同盟”这个字，嗯、就 alliance，嗯,嗯哼，就是他要避免大家说，或者是大家就说、是、这个大家就是世界其他国家，嗯哼，跟着中国的说法。 说这是一个同盟，嗯，这是一个 security alliance。他一直否认这件事情。事实上呢，这否否认呢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可是呢，这个一方面，如果他承认是同盟的话，就等于是这个正中中国的这个嬉笑的下怀，嗯<哼>。那他就不愿意做这个事情。这个实事实上，他也真的不是同盟，至少跟北约比起来，现在美国、日本、韩国这三方安排的这个呃。 安全合作机制，嗯，啊，跟北约的这个深度跟广度都差得很远，但是他们每一年都要举行一次三方会议，<是>对不对？呃，三方高峰会、三方部长级会议以及三方这个工作阶层的师长啦，这个次长级的会议，然后呢，嗯、<哼>然后还有这个每年的定期都要三方军事演习，嗯,嗯，对。 所以这个扎根扎的很深，嗯，可是规模这个规模不大。还有一个最主要差别是，北约从一开始，它是为了因应对冷战而成立的嘛，是，是当初的假想敌是苏联，苏联，对。然后他是他们那個时候刚开始的那几个国家联合起联合起来组一个北约的时候，有一个约定，嗯，就是他们现在在北北约宪章的第五条，就是其中有一个国家受到攻击，就等于是全所有的北约国家都受到攻击。那这个是一个。 把所有国家绑在一起非常有利的一个条文，一个因素，这在这边还看不到，因为在美日韩还看不到，嗯、在美日韩还看不到，嗯、而且要基本上呢，美日韩要要有有这样子的共识，甚至把这个共识具体化、法律化，成为一个条文，嗯、中间还有很多障碍，因为他们现在最,最少我们得先理解这个日韩两个国家。 他们、嗯、有一种世仇关系，呃，对他们这个世仇关系，<laughs> 虽然是现在离这个二次大战结束已经几十年了，嗯，可是这个大家也许，尤其在台湾的我们，呃，就我觉得很难想象日韩与这么近的两个国家，嗯，然后以这个韩国曾经被日本这个殖民过，是然后，然后还占领过，然后呢，这个还有慰安妇的问题，还有强迫征征用工，在日本，日本叫征用工。 工人的工，嗯嗯、去征用工人，事实上就是把你压拉夫嘛，拉夫就是就是奴工一样的、嗯、<哼>赔偿问题，各各种问题。这个问题呢，在很多至少是这个老一辈的韩国人心中，是那个仇跟恨是到现在没有减低的。嗯<哼>，那我们在台湾这个跟日本基本上关系就马吉马吉好多了。 那我们也有很多征用工啊，也有很多奴工、啊。是啊，还有慰安妇、嗯。对，对啊、也还有慰安妇的问题没错。所以，就所以说，这个日本、韩国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接近，嗯，他们吃的饮食也接近，也相像，可是这碰碰到这种事情就会这个起争端、起争夺。那么，在最明显的一次呢，就是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到第二个到十五年之间，嗯，韩国跟日本起了一个贸易争端。 这贸易争端的原因就是这个慰安妇的事情，韩国一直没认为没有完全解决。嗯静近因呢，就是另外征用工的问题，就是在二战时候呢，日本强迫韩国的这个工人去他们那个造船厂啊、兵工厂啊去当劳工。是。那事后也没给钱，或者给的钱是骗人的。然后呢，这个战后呢，要求赔偿。 然后日本人说我：“我我跟你韩国在一九六五年签订的协定里面，都已经把这个所有赔偿事情都已经 cover，都已经包包含进去了。嗯、没想到韩国在。” 这个二零一七年的时候，是，他最高法院呢做了一个判决说，说当初这批这一批这个被强迫征用去拉夫做工的人呢，事实上还有还有这个赔偿征赔偿,赔偿、哎、还还还存在。嗯、那韩国政府说，那我先我先从国库里面把这个赔偿交给这个这些工人，然后我再去跟日本要这笔钱。嗯、日本说这个莫名其妙，我早就已经一九六五年就已经解决了，然后这个双方又争执不下的时候，日本呢要跟韩国施压。 他决定呢，把这个韩国从他的这个出口白名单上除名。嗯，出口白名单就是说我哪些你这个国家是我白名单上名单，就是代表我可以出出口一些敏敏感的技术、科技跟原料给你韩国。嗯，那个就是那个对于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半导体工业有非常大的影响。 韩国觉得这个事情严重了，因此他要反报复，他也把日本放在他出口的白名单上面，因此两边的贸易战就就就起来了。这个事情到了最后呢，大家纷纷就是拉高态势，这个增加筹码。到了韩国呢，最后一个筹码，他竟然把美日韩三边在这个奥巴马时代签订了一个情报交换的一个协定，嗯，这个这个办法。 这个情报交换办法就是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是吧？对对,对，这是二零一六年签的。是，然后这个这个办法就规范了，就是说韩国跟日本一旦收到朝鲜这个发射核弹，或是朝鲜另外这个比如说核弹的部队的调动啦、啊，等等些跟这个威胁日韩安全有关的朝鲜的军队的动态，一定要及时通报。韩国收到情报不能先卡在自己手里面。 卡个两天，或卡个二十四小时、十二小时，再通报给日本、嗯、就是、有义务立刻对让资讯畅通。那这个协定呢，是规定每这个生效以后呢，每年要这个检讨一次。如果双方三方都没有意见的话，就自动就延续一年。嗯、三方都从从此就可以每一年都自动没大家没有意见的自动延续下去。嗯、<哼>我们外人看着觉得说。 这是对三方都好的事情，这怎么会有人韩国跟日本跟美国当然不可能退出啊，对，这这退出没有道理嘛？这你你一方退出，这危害另外两方。没想到韩国那时候是文在寅当政，是文在寅这个受到这个非常大的压力，就他竟然是在这个对日改采强硬政策，强硬政策，他就是说我今年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协定到期，了，我不要续约了，就他他会不玩了。 就是慰安妇征用工那个争端嘛，是吧？<laughs> 对对,对。然后他又说：“我这个军事情报互享共享的这个事情呢，我终不玩就不玩嗯。然后呢，这这样一来，日本跟美国就傻眼了。美国尤其是傻眼，就是说以前呢，我为了你们你们两方的安全，我每年花的军费，花的这个到派把这个飞弹驻在你们两两个国家，花了多少钱？然后呢，我还要替你韩国跟日本之间牵线。 把你韩国呢的情报呢要解算，再用一个方法计算一个方程一个公式算算,算好以后再交给日本，嗯，然后呢日本才才接受到，这在作战上已经是缓不济急了。如果今天朝鲜真的打了一个，不管是核弹或者传统弹头的，到这个汉汉、呃、城汉城首尔啦首尔啦，或是日本的某个城市，那因为这个延迟而造成的伤害，那谁来负责？嗯，然后这个事情就越吵越越热。 逼着文在寅呢，在这个协定到期日的前一天晚上，宣布说：“哦，我们把日本撤出白名这个日本国又回到我贸易的白名单、出口贸易的白名单上，意思说跟日本和解。然后日本呢，也相也是个从善如流，把韩国又放回他的这个出口白名单上，这事情才解决。不过这件事情呢，让美国这个心生警惕，觉得这样做不行不行，这这样搞下去，这个这个仗都不必打。于是呢，在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大卫营的峰会里面，嗯、<哼>他除了签署了两个这个一般的高峰会都会有的文件，一个是联合声明。等一下，你现在讲的这个美日韩三国会是十八号的上礼、嗯、<是>拜五，嗯<是>，对。 就是最近的事最近的事情，对，也就是说，三国领袖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对他们约定说，从此以后，从高峰会、嗯、这次高峰会以后，三国领袖對對、嗯、不要再擦枪走火了。对对，还有最特别的是，三国有一些联合声明啦，呃，规划一些愿景啦，这三国未来该怎么办怎么办的愿景啊，还签了一个只有短短两段的一一个声明。嗯，这声明呢，这个叫做三方协商承诺。OK，三方三方协商承诺就。 看标题，你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嗯<哼>，完全不知道说你三方要协商什么东西，需要承诺。嗯、<哼>然后它里面的文，它、嗯、<哼>里面的文字呢，也非常的这个这个暧昧模糊。他就说，嗯、这个我们这三方呢，安全呢，以及情报交换呢，会未来呢会要互相磋商，要这个互相通报，要要及时，要迅速等等等等。嗯、就是面对有关集体利益和安全的这个区域挑战啊，对,对,对,对威胁啦。 挑衅啊，什么这些要迅速行动、啊。没错，就是回到之前讲的那个话嘛、这个。对，就这个基本上就是没有明讲，可是就是说你们要，你们两国不要再搞这种连情报交换这种事情。嗯、你们有共同的敌人，还把情报交换这种事情拿来当做这个互相贸易竞争的筹码，这件事大，嗯、这不是这是开玩笑吗、嗯。所以你还是要从结果看，政治都是这样嘛。你看见它发生了什么，最后你发觉。 美国人是如果说生气也不是没有道理，是他气的就是说你们就是在打贸易战，可是却拿我老大在旁边的安全问题，問題对，然后我在两我在中间替你们两边穿梭，嗯、这简直。嗯 这不是在做白宫吗？另外一个因素也很重要。刚才讲的是这个政治因素，这个贸易战啊，或者是政治报复啊，还有一个军事因素是牵涉到两方日韩两国的这个国民跟这个这个领导人微妙心理。原本这个韩国因为直接受到朝鲜的飞刀飞弹的威胁最强，所以呢，美国呢在这个韩国呢这个建设了很多反导弹的基地。嗯啊，这个个爱国者啦，还有前一阵子因为。 那个萨德防导系统让这个放在中国，让中国对展韩韩国展开报复，那个也是这个贸易抵制就搞了一两年，韩国经济被弄得很惨。嗯，可是呢，美国呢后来新开发的反飞弹系统，嗯，飞弹防御系统呢，他就把两个这个在海军舰上用的这个宙斯盾系统，嗯，这个搬到路上来，放放了两座在这个日本的国土。 然后呢，还放了这个四四十八枚 S M 三，就是标准三型飞弹。这飞弹是可以打到外太空去拦截导弹的，拦截对方来袭的飞弹的。因此呢，日本的这个飞弹防御呢，能力一下增加了很多。相反呢，韩国以前呢，这个因为美军的这个防御导弹系统进驻，他们觉得心里面的安全感一下被就看到就被剥夺了。是。 那这个在很多韩国人的心目中呢，心面是有芥蒂，是有一些疑惧的。尤其是这个讲到韩国应不应该拥有核弹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韩国人公开的在这个、这个民调里面说：“我应该要有核弹，我为什么不要核弹？我我要保护我自己，这个也我也应该有核弹去这个吓阻。” 北韩的这个核弹，嗯、然后呢，韩国民众在问到说：“你是希望美国来帮忙呢，还是你韩国自己自我们自己发展核弹？”嗯、他当然是我们自己来自己发展，我们不要靠美国啊，嗯、美国不肯信赖啊。嗯” <laughs>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因素，嗯、让这个韩国跟日本两方对于情报交换跟合作，还是有对，所以这就是的地方。对，就是他们未来未来的合作一直会受到这个过去这个两国在历史上的这些这个矛盾。 的影响会影响到未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新闻搜查国际版，林少宇在我们的现场。少宇是我们跟美日韩同盟这个话题还有一点，嗯，是还有一些补充吧？有有有有，这个美日韩同盟呢，基本上外界看到的这个它针对的目标或针对对象呢。 很明显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的威胁，嗯，一个是朝鲜的威胁，这两个这基本上是太明显可是还有一个人呢，是大家这个这三个至少这三个领导人，在这一天的开会期间呢，完全没有提他的名字，可是呢，却是这个另外一个他们针对的目标，这个人叫做川普，嗯 <laughs> 啊，还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呢，这个他们是担心的就是，万一你拜登这个没选上。 那川普选上，嗯，那我们这整个世界又回到这个川普八年前这个当选的时候，这个做的事情，他可能会这次就真的跟北约说拜拜了，嗯<哼>，他真的就把驻韩驻日美军给撤回来了，他真的就这个跟驻韩驻日美军说，我们来商量一下，你要再给我多少钱，我才继续在你这边驻军，嗯、这个是 <laughs> 生的<了>、这个，对，这个世界就完全是变这个样，子。因此呢，这个美国想出来的办法就是说呢，基本上有点死马当活马医的味道。 就说，那我们不如就从现在开始，把韩日美三国的安全关系，嗯，这个安全包含的非常广泛哦，不仅仅是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也也包含进去。嗯、安全关系呢，将它制度化，或将它深化。制度化的目的就是要深化这个安全关系，就是法律化了。对，法律化就是我们虽、嗯、<哼>这个非然没有，虽然没有明定法律，嗯，也没有成立一个同盟，可是我们至少是一个安全合作的这个。 机制，嗯这个机制呢，从上从总统开始，最高领导人开始，都要每年见面一次，嗯嗯、一直到这个各重要部会，这个国安会啦、国防部啦、外交部或国务院啊、商务部啦、贸易部啊等等等等的部长，每年也至少要聚会一次，嗯、然后再下到这个各部会的这个司长或次长级的官员，每年也要聚会一次，嗯,嗯那么。 希望靠着这种方法，让川普想要拆毁这个合作机制，会变得更困难。OK，那就算他到时候真的川普当选了，在这个最高领导人就不会一年见一次面，那至少工作阶层的人还是有机会继续保持联络，在做这个事情。嗯、我觉得这基本上就是在不太可能成功。嗯,嗯，川普这种人，他才不管你说。 我把这个拆毁，我对国家对美国利益有什么影响？他,他说拆就拆了。对啊，对啊，他说拆就拆，他对他的美国利益跟你的美国利益定义也不一样。嗯<哼>，所以不过这一次的这个三方的高峰会呢，一个最最明显而大家不说的一个、嗯、<哼>一个第一个例子。然后呢，他下一个问题就是他要怎么样深化，或是把这个合作功能建制化呢？他就。 林林总总列了四个大项，总共二十个小项目从高阶层的三方会谈、资商开始，嗯、第一个是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commitment to consult，就是这个三方协商机制，<商>就专门针对这个情报而来的。嗯、然后第二是每年的年度的领导人要领导人要开会，然后呢每一年呢。 这个国防部长、国务卿、外会外交部长、商务部、工业部、国家安全顾问都也要定期每每年开一次会。嗯，下面这一点有点意思，他除了把这个照顾的范围呢不局限于东北亚，还要照顾到印太地区安全的问题，因此呢每年会开一个三方的印太的对话。等一下，美日韩要开，美日韩要邀请。 跟印,太印太相关的国家要、嗯、印度太平洋，对对，这就照顾到台湾了。嗯、这就不是，这就是把整个这一块是是变成北约了。对对对，但是这个北京就嘲笑他说你是从小北约。 变成一个大北约，对吧？那那不管那这本来就是阳谋，本来就是他的阳谋。那在台湾问题，他实际上他就是重申他以前过去讲过的话，就台湾台海必须和平稳定啊，照顾着台湾的安全跟繁荣啊，没有任何跟过去一两年拜登或是这个西方国家对台海问题表态的这个言语的不一样的地方。嗯。然后呢，下一个大项是加强这个安全的合作，比如说这个这个三方的这个演习计划。 不是只做一年了。过去没有三方演习，过去都是美日单独演习或美韩单独演习，嗯、<哼>没有三没有美日韩三方演习。未来要三方的多年计划演习，就是说我演习的计划不止做一年，而是做一个好几年的计划去从事演习。然后呢，要这个强化这个改进弹道飞弹防御系统的合作，嗯、<哼>然后呢，这个强化这个对于这个对抗北韩的这个网络攻击的威胁。 然后增强这个资讯的这个交换跟合作，共同对抗外国资讯、外国情报的这个假情报的攻击。嗯、然后呢，还要这个扩大合作，在印太方面的合作。在印太方面的合作呢、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说法，就是他要这个建立一个供应链出问题的早期预警系统。 嗯，就是照顾到所有的这些产业，是半导体、半导体，尤其是半导体业。嗯、然后去告诉这些半导体的业者、嗯、说：“你放心，你们现在抱怨的这个供供应链供应不及啦，或是要绕太多远路的事情，我们注意到了，我们会这个想办法替你替你解决，等等等等。”好，这是美日韩同盟啊。是我们还有一个小题目，金砖高峰、嗯。对，金砖高峰会是昨天闭幕的，这一次呢是在。 南非的约翰尼斯堡举行，嗯，然后呢，他开两天的会，就是星期二、星期三两天。金砖这个组织呢，有总共有五个国家，是中国，break 就 breaks、嗯、现在加了五个，就是 B R I C 后面还有个 S，S、嗯、是南非，然后还有这个俄国、嗯、巴西、还有印度这五个国家。嗯、那么从去年的高峰会开始，呃，这个金砖高峰会就引人注目。 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现而而且加上美国的印太策略，这个各国包括不两边双方双边阵营，双边是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嗯、一个是中俄联合的另外一边的国家。双双方呢都想在国际上、国际组织上和国际上的拉帮结党。是那美国在这个拉帮结党这件事情上面呢做的比较有成效。他不管是 G 团体 G 二十，还自己成立了什么奥克斯啊，什么什么四方会谈啊等等等等。嗯、那相反呢这个。 呃，中国和俄国呢，在国际上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孤单寂寞一点。嗯、<哼>那么他们也想办法说我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去扩大我的这个盟友或是好友的友邦的规格。那么他们最可以拿来这个现成使用的呢，就是金砖五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是>那么今年呢，金砖五国的这个开会呢，特别热闹。 南非呢，除了做东道主，他邀请了几十个国家元首去开会，大部分国家也都是元首去开会。这些国家多半集中在南半球。现在这个很流行一个术语叫 “Global South”，全球南方。嗯，南<就>南方化了。对，这这主要还是非洲了，主要还是非洲，还有第、嗯、这个尤其一些东南美、中美的国家。嗯，然后他们这些国家呢，基本上就是。 每次在自从俄乌战争之后，每一次在联合国开会投票要表决的时候，这个骑墙派的国家，啊、嗯，有时候是这个故意去门去那个外面尿尿啊，表就就缺席、嗯、没办法投票；有时候呢，就看风向，什么事情看什么风向，有很多小 people 对来向大国反过来从事。<laughs> 勒索，没错，没错，没错，就基本上呢。<laughs> 那这是基本上这次峰会呢，就是这个这些南方这个第三世界国家，或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大集合。他们想要到这个这个边来呢，也是希望能够在这里面能够分一杯羹。那要想要分一杯羹呢，嗯、最主要原因就是进入这个组织之后呢，嗯，靠大家合作力量可以多得到一点利益。是。可是呢，是同时也不会改变他们这个见风使舵的这个这个保护自己的手段。嗯、这种，嗯。呃 做人的态度对，没错。那在这里面呢，有这个金砖五国呢，其实这五国就有自己的矛盾存在。嗯、中国跟俄国呢，最希望把这个饼做的越大越好，嗯、越多人来参与我就就是越好，对，代表我的势力更强大。可是印度第一个跳头出来反对，就在这一次的峰会里面，他第一个跳头反出来反对就是说，说我不要跟美国作对，我不必冒着跟美国作对的风险，这种风险我担不起。嗯、虽然印度现在是美国心目中。 极力在争取的大国，当然了，他,他说的印太北约化沒<錯>就是印度沒<錯>是关键。对，然后呢，巴西呢也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巴西呢跟美国南美洲跟美国靠的比较近，美国要是对他生气，他也受不了。嗯、大象要是踩两下，这旁边的会动的，对，也会动。那、嗯、<哼>南非呢，因为比较远。 南非总统在还没有开会之前就已经宣告说，南非绝对不跟任何人结盟，或是站在同一条线上。南非有自己的外交政策，有自己有自己的主权等等等等。那场面话都讲得非常的漂亮。那么事实上呢、嗯，五个国家里面只有两个国家对，心里比较急。对，可是那当然中国的这个影响力会比较大，它的话语权会比较强。不过呢，金砖五国呢？ 基本上呢是一个很奇怪的组织，它的成立呢是造因于当初的那个投资银行那个 Goldman Sachs，、嗯、这个一个经济学家，所以经济学家就是在里面帮助这个这个投资银行做投资理财分析的一个高阶官员，嗯、然后呢他这个。 看到当年这个开发中国家这个这五国呢有潜力，他就帮他这个这五个这五个把他绑起来，就是作为一个投资标的。<laughs> 那就要替这个投资标的取个名字，就刚好是这四国，当初是四国，这四国就 BRIC 就是金砖嘛，砖块就变成金砖,、嗯、砖块了。结果呢，这四国果然从善如流，就成立一个这样的金砖的组织。后来南非加入以后，变成金砖五国了。可是呢？ 离谱的事，或者说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当初根本没有心经营这个金砖组织，是因为他们到现在连章程都没有。哦，对，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干嘛在一起开会？就说，比如说我每年我这个投票，我我我有新会员要加入，请问这个加入的条件是什么？我不需要付，嗯、服<务>没有，没有。<laughs>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大家没有办法去具体讨论。 我什么样情况之下我可以加入？什么样情况之下我要再被迫要再做多做一点事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可这个这些程序不是还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嗯，这五个国家就我们不管其他国家，这五个国家光是在这个政治体制上、军事上、经济上就不一样，都是分歧的，对，都是分歧的，不像七路王一样，不像七 seven，<laughs> 它是一个共都是民主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那个制度，所以这个比起来。 其实，相对来说还比较有组织、有影响力一点。嗯哼，然后砖头呢？砖砖 <laughs> 头以是都是裂缝。对